Hello，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大家好，欢迎来到 ACL Channel，我是祥龙。嘿嘿，那我们今天呢，要来玩的这一款游戏叫做《歌与虫》，是虫吧？对对，我母校的那个我高中读的学校啊，国中啊，对，那个就是虫啊。啊，第一集其实我有玩过一部分呐、啊，就是怎么讲啊？那个时候。第一集其实我是有稍微玩过的，可是那时候玩到一个画面的时候被追杀，然后被吓到，然后就，呀，我不玩了，我从此就没有再玩《碰过鬼异虫》了。那他现在出二已经有汉化了，那我们当然要去。身为一个爱玩恐怖游戏的人，对，当然是朝圣一下。而且讲认真，《鬼异虫》的游戏其实。感觉还不错啦，因为毕竟我也没玩，我也不可能做一些不适当的评断的。如果讲错了，那多尴尬啊！好了，那我们废话别多说，来开始吧。鳄鱼虫二，哦，我靠腰啊！当时有人在笑，是不是？本游戏包含一部分的陈酷描写，没关系，不是只有你的游戏而已，很多游戏都有。首先。请浏览一段录像，不是吧？嗨嗨，PLP 5252，竟然玩勾在勾一从二是啊，是昨天下载，昨天原本是说要继续玩了、啊，结果没有下载。我、靠，那是有人脸、啊，可是就是昨天刚好在下载，然后后来才发现它档案很大，只好，哦呦。每次叫我讲到关键字的时候，就那个，好啊，小月，OK，没关系，我就记起来。小月，昨天想着怎么没等到，我有说啊，我有说我那个下载太久，我就没有了。好啦，我就直接叫你小月好了啦。啊，我看我下次写个笔记啦，就是你们的名字我都把它写下来这样子，然后记得你们昵称，这样子的话才不会对你们都不好意思，对不对？至今为止仍不明，而且是其中一个研究员寄出来的。啊，调查指纹、笔记后发现完全一致，真假的？这盘标题上写着“佐藤综合医院”的录像，有一句简短的留言。我再擦眼镜，等一下。勿寻找，勿探索。需要人口硬盘吗？不用啊，OK 的，OK 的，OK 的。我这个人呢，什么没有，什么都不大，胆子最大，好不好？啊，至今和护符一起被收纳。没看你有没有 没有啊？如果你们有你们的外号，或是你们不介意讲你们名字，你们其实可以直接跟我讲关系。Hello Maggie 2345，你好，安安。手机不见了，啊！旺财事务所了。啊，静音表示悲剧啊，他这个不小心把手机忘在那个神奇的事务所里面啊，这个应该不用 shift 就可以加速了。宛若天使，他成长声音好可怕啊！妈妈写给我的故事，宛若天使的你，你就像是天使一般，在人们为水所困的时候，突然将恩惠之雨洒向整个大地。你伴随着雨一起降临，来到淋浴着雨的我的身边。我把被雨濡湿的你视为天使一般疼爱。你给画画灵感了。要怎么给你啊？这个我要怎么给你画画灵感啊？很好，你可以看这里面的人的话，每天发誓你是雨的天使，你是我的天使。这一局说是故事，倒不如说赞美诗吧，感觉。哎，这样，等一下，键位保存 on，然后这是什么？键位反应速度，这是战斗时连打。人家这还有战斗？不会吧？啊，我们不要乱动啊、哦！上图楼层标示，可可食品产业，
孟尝派遣公司，孟尝 OC 研究所。我们回去吧，要去拿手机。办公室在 3F，该我不要，我要回家啦。你妈！所以你是 OC 研究室老板，我觉得我声音开的好像太大声，这样我把我自己的声音关小。因为我现在戴耳机，事务所在3楼。所以是到一声。哇，这样好像有点太小声了呀，好难调整那个音量哦。那应该可以啦。哎，他自己走的，怎么了？这怎么回事？怎么会这么乱？所以你要来整理了吗？言下之意是，静音阁下，您是想要整理一下家里房间是不是？不是，办公室，办公室，我靠，制作，吓死我！我还想说为什么会有血手印呢？协理很好，我都看不懂，看不懂是吧？哎，这谁啊？这娃娃感觉好像一直在看着我，哎，这是 Wolf RPG Leader，哇，好可怕哦！他一直在看着我，哎，个宇宙尔是虫吗？就感觉怪恐怖的，其实。好啦，既然已经来到这边了，那我们就先存档再说啦。打不开，不要直接这么顺的就进去了，我会吓到。走吧，我们走吧。那睡好，割一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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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为了干，好啦，我们再读取啊。那字念碎哦，好啦，我至少学到了。他这进去进太顺了，白板上什么都没写，垃圾桶里很干净。哎，我们要先来好好探索一下这边有什么东西，对不对？搞不好不要随便看别人鬼橱柜，超怕我都拿了。对啊，我现在超级怕的。我之前，哦，我当初会放弃割玉碎。就是因为那个，他突然跳出来追杀我，一个老阿嬷，还不知道是老阿嬷还是什么的，看那图形蛮像一个老阿嬷。他突然跳出来杀那个把我给干掉，然后我就被吓到了，吓到我直接飙脏话，我忘记关电源了吗？这样，哎嘿嘿嘿，我还可以这样子，超帅的。这什么？这什么啊？这个吗？这点对吗？青色恶魔 play，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这是什么？是怎样？那名字吗？为什么会有这段录音像啊？那这个呢？啊布拉布拉布拉！Nothing 的四四一啊啊！It can't access to internet. Try again with couldn't wait. 啊，没有接网络是不是？No downloads. OK, good. 是什么？这是他们电子邮件吗？彩箱猛，彩箱猛，杨子航，我还杨子琼嘞。彩香萌，杨紫琼，啊，乱讲的。啊，我们来关机吧，应该是这里关掉吧。啊，算退出计算机吗？是的。那么手机也拿了回去吧。夜也深了，获得道具手机，智能手机，一定要强到智能吗？你讲的哦，你讲的好像我们其他人用的都智障型手机一样。嘿嘿，走喽。
话说，我们来看一下被翻腾的到底谁干的。我告诉你，这时候身为一个好良好侦探，就在干嘛？有看到乱的东西，除了把它整理好之外，还开始接着调查所有地方。呵呵，吓死我了！刚刚想什么东西？怎样？里面有人是不是？似乎有人在。好了，那我们就不要打扰别人上厕所的兴致啊。哦，可以进来了，现在不想上。啊，我们不要打扰别人上厕所的兴致哈。贴一张纸，整修中，禁止使用。你知道的，有很多人，他们上厕所呢，讲究是什么？那个 feel。你没有 feel， 你坐在上面也只在滑手机，哼，打不开。这是哪里？排列着所长爱看的书，还爱看什么书 ？A 书吗？该哦，放弃啊！我不知道密码、啊，已经这么晚了吗？八点了。哎，有留言，所长的留言绝对不能进货物寄存室。嘿嘿，绝对不能进货物寄存室。可是我想进去耶，我觉得感觉进去里面会有什么？哦，那花是不是倒下了？我刚刚还没按，我只是靠近耶。打不开，那这里呢？打不开，好啦，我们走啦。没有必要使用灭火器，有点在意可能是错觉。刚刚那绝对不是错觉，他刚刚真的打开了。牛来来，什么东西啊？叫我别过来，你叫我不要过去，我就过去，不要过去啊！哼，太小看我了。排列着灵异现象有关的书，告诉你。玩这种游戏呢，就是要抱持着不怕死的精神。越多人叫你不要去，你就越要过去，这样才能展现你的威猛与高瞻远瞩。哦哦哦，你老死！怎样？他书自己掉了，这也被翻了。嗯，这是什么？密码的提示。既然你在寻找这张纸，说明你是不是在寻找什么？好吧，我只告诉你提示啊。存在于某处的四段数字组合，试着排列一下开头的数字吧。真有所长的风格，哈哈哈哈！可是所长真的是很烦欸。所长，你可不可以直接把密码告诉我就好了？不要给我提示啊！我讨厌提示啊！提示你还要思考欸，对，直接告诉你不是比较快吗？甚是在以前。就想看一看的书啊，冥界与现实啊，滴答流逝，彷徨的灵魂，我们来看一下，彷徨的灵魂，人死后会前往冥界，但是因为事故等突发状况死亡的话，有时会注意不到自己死了，在那时灵魂会在现实彷徨，当然因为本人注意不到，所以可以正常生活。那你写这干嘛？但基本上和普通人会有明显的差别，比如没有影子，还有镜子上看不见自己的样子。如果本人没做到这些的话，结果会作为现世的幽灵度过一生，虽然原本就不存在所谓的一生。他讲的好有哲学哦，妄想象。停留在这块土地上的怨念会在生活与现世的人面前现身，它被称为妄想象。基本上存在于这块土地的怨念时常会妨碍进入土地的人的前进，他们似乎会突然现身。这是在告诉我说等一下会突然有阿飘的意思吗？我勒个叉叉啊。他被当作因为那个人就那边那么冷吧。被翻得很乱，谁干的呢？我一直觉得，我从这里就在想了，这个静音啊，跟纲手的那个徒弟，算是他徒弟吧，对，同名的那个静音啊，他反应真的是有点迟钝的，不是我说啊。走啦，我们走啦，一楼。你看看，
一般人遇到这种事情，你还会在那边说啊，那是幻觉嘛，对不对？这个绝对不是幻觉，好不好？哦，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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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回家回家，啊，应该不会有人追我啦。第一结束，哇，好，结束了那么快，我精神抖擞的回家了。看来那个房子什么的只在吓我而已啊，纪藤家。啊，对，他的全名叫纪藤静音。啊，刚刚这没有写。我回来了，不大福。啊，听到静音，我真想到静音莲。我回来了，波浪符，先睡了吧。好像有突然变暗的感觉。啊，然后吓死我了！应该不会看，然后突然有人出现吧？而且这该不会是作者他们家外面吧？是真的，就是直接拍下来的。如果是的话，也太帅了，代表作者真的很用心在做这款游戏，佩服佩服。里面什么也没有。塞着被子打不开，那这里这是房间。波浪符，哎呀，我们要先在家里探索一下，好不好？家里又有隐藏了什么？哦，吓我一跳，我刚刚有东西动了。家里又隐藏了什么重要线索没有？不是每一款，几乎每一款游戏都这样吗？就是，哎，家里总是会有一些奇怪的东西啊。超诡异的、啊！我现在往旁边看，然后镜子里面的人就这样看着我，超级诡异。啊，这里的，哎，是什么？明天再洗澡啊？哎呀，太过贵，都不洗澡了。耶、yeah, ，脏脏！哇，我每天都有洗，就算我有流汗，就算我没流汗，我也都洗，对不对？不是啊，你那个，我觉得是不是说卫生问题啦？其实就看你，看个人习惯。有些人他们不习惯说，一直洗澡；有些人就，我觉得我就是要一直洗澡。像我就是觉得我就是要洗澡那个。啊，这是他家哦，啊，不是，这是他房间哦。哦，他刚刚穿过挂衣架，是啊，只是因为我已经习惯这种情况，所以我就装作没事发生了。啊，累死我了！惊叹号，惊叹号！没陪你睡一觉吧，惊叹号！我觉得我下次讲的时候，我都把他那逗号啊、惊叹号啊、什么爆号都把它讲出来了。第一天，为什么标记第一天啊？上引号，从今天开始就是三连休了。惊叹号，轻松悠闲地度过吧。句号。哈哈哈哈，好白痴哦，好中二哦，打不开，塞的有那么满吗？我勒个擦，那个不是我的，不要一大早就开电脑，为什么？我喜欢一大早开电脑不行吗？而且你再拿一下电脑，你这根本就只是一张白纸吧？这根本就一张白纸吧？啊，为什么他房间有一个那么大的空地啊？这是他的练功所吗？我都在这边练功的，所以遇到鬼怪也不怕。那也难怪他神经会那么大条啦，那我就可以理解了。这边会怎么样呢？这边有什么呢？这柜子是没办法探索的。好啦，我们下去吧。好不好？下面有什么东西在等着我们嘛？对不对？走，哥哥。下面真的有人在等着我们呢。来，我们来讲话。妈妈，早上好，昨晚真晚呢。积压好多文件，今天开始就是三连休啦，要小心身体啊。哈哈哈哈哈哈，那是黑白郎君，对不起，我搞错了。看上去很忙，所以先别搭话吧。我觉得你还是先把握一下那可以搭话的那个跟妈妈搭话的那个时间吧。妈妈比较矮，这没有，你要想、啊，
咱们这位女性呢，她看起来，其实并没有说很高，可是基本上，她应该还是处于那种会长高的状况了，所以她比她妈妈高也是正常。而且听说，如果人的年纪越大，其实会比较容易那个弯腰驼背什么的，然后那个叫什么，然后会显得比较矮，对，骨骼会萎缩，肌肉会萎缩什么的。哎，怎么不给我们看一下那个洗澡画面呢？对不对？搞不好等一下会出现什么东西，你这样我们不就错过了吗？这样子我们就错过一个那个裸体画面啊？不是啊，是那个等一下有什么关键画面有没有？我绝对不会说我是为了裸体才这么讲的。哎，可以进来了，再洗一次啦，快点再洗一次。看看我玩这款游戏最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这个洗澡澡哎。看。我的洗澡澡画面撞没了，可恶！啊，这是谁的房间啊？看、啊、我的洗澡澡画面，快还我！直接穿过去。看、啊，我想看他洗澡澡啊！塞着棉被打不开，里面什么都没有。那你为什么把它塞在一个地方？不洗澡算也没换衣服，没换衣服就算了，还穿着一样，没有啊？搞不好还有好几套一模一样的衣服啊，对不对？像柯南，吓死我了，感觉主人公好像只有一件衣服是，不是啊？你想想看，柯南他从第一集演到现在，起码也有10年多了吧？他几乎每一次都穿同一件那个叫什么西装小外套，有没有？他连上课都穿那一个，对不对？这很平常的，这很正常的。所以现在我们要干嘛？库房没什么必要的东西，所以是要回自己房间耍废的意思吗？耶，我要睡高高。啊，没有，打不开。我觉得应该是要开那个像白纸的电脑啦。可是我个人直觉是，你先到处晃晃再说吧。我觉得一旦真的过去了，应该会展开什么剧情啊？然后等一下就看到他妈妈的头颅在空中到处飞。如果真的是的话，那也真的蛮恐怖的，其实。来吧，开电脑，又无事可做了，去看看有名的实况吧。哦，所以他是要来看我嘛？他是要看谁呢？不会是来看我吧？会不会等一下？我等一下一打开那实况页面，然后就看到我现在正在直播《歌浴虫二》这个游戏，《歌浴睡》啦，《歌浴睡二》这个游戏，欸，有可能欸，我觉得，真期待。欸，有新邮件，你有新讯息，不要一打开就发现这个，都已经是这个时候了，你是怎样？你看多久啊？我天啊！哇，这精英小姐啊，她似乎没有时间概念，再玩下去就变废人了。你不玩下去，你也是个废人啊！你不如去干脆当个废人吧，你就干干脆脆的当个废人吧，你。重点是谁开的，开那么久啊？没有，搞不好看很多个啊。啊，这应该是不会有什么东西啊。这房间，好像有什么声音哎。似乎是错觉。不是，这不是错觉啊，刚刚真的有声音啊。而且你说谁开了开那么久？我知道有人就开了，可以开6个小时啊。像我的话啦，Hello QW96 9365，你好安安。像我啦，以前我住宿舍那边的时候，我如果没注意时间，我也会开到3、4个小时之类的啊。有些我知道我有朋友他是开到什么声音啊？
我有个朋友，他是开到那个六个多小时啊，六七个小时的。哎，妈妈，你在干嘛？每天我去寝室呢，拿被子，然后变得又红又黑，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有什么又红又黑的东西在？类似这样。嗯，蜈蚣。不是，有什么在呢？是什么呢？请记得随时不要存档。你觉得我不会随时存档吗？身为一个恐怖游戏资深玩家啊，算是吧。啊，怎么可能会不做存档这种事？你以为每一款都跟那个魔女之家一样，就是你不存档才会有真结局吗？想太多啦。啊，那个我告诉你，真会搞疯的，就跟 Mary 啊，你不存档是别想过关的是一样的道理，你懂吗？什么都没有，所以现在是怎样？会不会等一下我们回去的时候，回去厨房的时候，妈妈头已经分成两半了？为什么我这么坚持要看这个妈妈头被分成两半？啊，我们护房，好了，我们上去好了。来吧，我要继续耍废，不给我耍废，可恶！哎，难道他不知道耍废才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刻吗？嗯，到底有什么东西？哦，原来是他自己动哦，我想说，我明明都没有按那个上下左右，他就讲又红又黑的应该是血，可是血不会动啊，难道是血哥吗？该不会是弗拉迪米尔吧？好在意，你在意什么啦？安安，欸，小黄安安，我还以为你跑去看蓝玉了，我以为跑去看阿兰的，欸，吃饭啦。什么东西？不好意思，胚胎公主啊，黑西莎。妈妈说要吃饭，我，哦，靠腰啊！妈妈，你一定要这样子啊！你一定要在和我面对面吗？哎，你知道你这样很可怕吗？哎，你看看，一进来第一个面对的就是自己的妈妈，吓死我！你流血，血会不会动？好吧，也是啊，你再看一起看，哈哈哈。好吧，那你慢慢看。我先去准备啊！不是说吃饭了啊！不是说吃饭了，莫名其妙。对啊，妈妈超靠近的啊！我觉得这妈妈是怪怪的，两人。我吃饱啦，我去洗澡了。哼，不让扶，哼，不让扶，哼，不让扶。怎么了？妈妈是不是怪怪的啊？我觉得妈妈好像怪怪的，是我想太多了吗？明天要吃。不是啊，为什么你想事情你要站着呢？你为什么要罚站呢？妈妈没事吧？我也不知道，我也好好奇啊。那么洗澡咯，这又是黑画面，干不要啦，给我看啦，搞不好等一下会错过，会不是错过，等一下会有什么精彩画面？我是说那被鬼追杀什么的，一身清爽，离睡觉还有时间，离开房间也没意义，所以你要来那个吗？有塞的那么满吗？这怎样？哎，是不是有白影子啊？是妈妈吗？怎么了呢？哦，我只是想说看一下那个柜子而已。你好想吃什么？对着垃圾桶洗？对啊 ，CG 图不见了。好想吃小笼包和仙子金章鱼烧，怎样啊？好了，我去耍废啦，来啦，再玩下去废。干，我要当废人，我觉得当废人比被杀掉好。妈妈在衣柜，没有，刚刚那是门外面，他只是在看这个衣柜，然后门外面突然有人走过去。对啊，只是在看衣柜的时候，突然外面哎，有人缓缓的走过，啊，好暗哦。妈妈在这，
哎，妈妈，你没上二楼？妈妈在，妈妈在衣柜里抓奸吗？我不知道哦，三九安安啊，我不知道哦，有可能哦。是怎么看到门有白影？他应该不是看到有白影，他应该是听到哎有人走过去的声音。对，那啊白影是特地给我们看的，增加我们恐惧感。我这样觉得啊。妈妈在黑暗之中发呆。哎，我不去，去了也没啥事做。是吗？那刚才是怎么了？该做什么呢？这妈妈已经，这妈妈已经老人痴呆末期了，是不是？已经老人痴呆末期了吧？每进一间房间就记得存档，不然就嘿嘿。当然啦、啊，开玩笑。看这不存档，这不存档等 GG 啊。其实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为什么不把那个灯打开呢？好啦，真是奇怪一天，算了，睡吧。我觉得我不要白，这什么声音？什么东西啊？是怎样啊？哦，林老师哎，怎么有个人啊？三小，嗯，嗯，是这样，坏掉是不是？贞子，贞子有那么漂亮吗？啊靠哟靠哟！哦，只是图在动而已，吓死我，还以为他怎么了。不要笑啦，你笑起来很难听呢。姐姐，传说中贞子出现了，你确定不是妈妈吗？妈妈，妈妈不是，妈妈有那么高吗？是梦吗？真可怕！正常人都不会觉得那是梦吧？妈妈长这样，哎、欸，等一下，等一下，小月，你这样讲太过分了、哦。你看了什么叫做妈妈长这样会有精神病？你这样讲有点太过分了、哦。如果妈妈，如果是我，我哪一天会发疯我嘴？是，如果那是你妈，那是我妈妈长这样，我会被吓出精神病。你应该要这样讲吧？什么叫做妈妈长这样会有精神病？你是已经说所有精神病患都长这样吗的？你这样讲就不对了，不能这样讲啊！你这样一次一棒子打死一大堆人，你知不知道？就像过电影的弗莱迪，好久没听到这名字了。弗莱迪哦，梦中恶魔吗？哎、欸，哦，林老师，这地方为什么？你会吓到的时候该开心。如果我能吓到的时候，我绝对很开心，好不好？但重点就是不会啊。我玩恐怖游戏玩那么久，还真没去吓到受过。而且你一定要定我的体重吗？那个妈妈的小孩会有神经，那是什么红的？我也不知道啊。就那个他做梦梦到那个人，超可怕的、啊。嗯，妈妈出门了吗？我觉得你妈妈不是出门了，你妈妈是出事了，你知道吗？我觉得你妈妈应该还没有出门呢、啊。超帅的。我要在家里寻找妈妈大作战。其实这款游戏叫做《寻找妈妈大作战二》。自从看了四星后，只会记我提醒，不要乱记啊！而且为什么红衣小女孩是怎样？红衣小女孩，不要！我现在想那视频，我头皮就发麻了。这家最恐怖的是妈妈，哎，有可能哦，搞不好这妈妈才是他这里面大魔王，有没有？欸、有可能呢、欸。来啦，我们来睡辛苦啦，洗澡澡。没办法洗澡，可恶。晚上应该可以洗澡澡什么的。我刚刚进来这厕所前，我在想，
会不会我一进去看到妈妈的妈妈妈妈倒挂在那个马桶里面，头直接塞在马桶里面？对不起，我刚刚不知道为什么脑袋突然陪练想到这一个，结果轻轨来特川卖那啦，我卡闪回来 Are you part two？哎呦，惨了，我越来越糟糕了。我居然在想妈妈头会不会倒挂在那边，所以现在怎样？妈妈不在。你确定你不出去吗？我觉得你在家好危险哦。不接，我不接电话，我觉得接电话会 GG。变暗了，下雨了吗？是这样吗？下雨会变暗吗？你搞喷，还是当废人吗？没错，回房间，我要当废人。再玩下去就变废人了，干嘛不给我当啊？干嘛不接？我觉得接了会出事啊！我觉得接了应该会出事啊！不要啊！接电话好吗？等一等，等等接啊！啊，等一下，等一下，我想到，我先存档。好，然后等我一下，我们来试看看接电话会怎么样哦。变很能理解，可是没有窗户的房间会亮，要引发剧情是这样吗？试看看，没差了。喂喂，猛啊，是静音吗？太好了，接通电话通了。猛，你老是不打电话给我，还在想你怎么了？担心的是我啊，电话总是打不通，把我吓坏了。哎，没有来过电话啊，才没有说谎，总之你没事，真太好了。怎么回事啊？哦，接下来是要去哪里玩吗？对吧？别先说出来啊！你要工作，好莫名其妙啊，对啊，为什么他会讲说那个？哦，我觉得那应该是分歧点。安安 Lofix 2010，你好啊，哦。我觉得那地方应该是分歧点哦，就是你有没有接电话的一个分歧点这样子。哦，我觉得这个猜测是有可能的。那接下来去哪里啊？接下来去哪啊？看，怪恐怖的啊！我觉得这里越来越可怕了。我勒个擦！他妈妈也太神出鬼没了嘛！他怎样孙悟空啊？还会瞬间移动是不是？妈妈，你去哪？妈妈，妈妈，你现在到哪啦？点点点，妈妈。那个妈妈有病啊！这个妈妈应该老人痴呆很严重啊！刚刚竟然自己大喊妈妈，妈妈样子很奇怪，在思考什么呢？我觉得她不在思考什么啊！我觉得她是怎么啦？你要不要拿盐撒一下？听说不是只有那西方，连日本他们那个撒盐啊，有没有都可以，都是一种驱魔的概念。你可以去玩逃出看看。我是妈妈，我是孩子，这应该是不会有什么东西啊。我是妈妈，我是孩子王。等我一下，我看一下，好像有重要讯息。啊！我看到，我薪水要下来了，然后我就哭了。我，难道不是妈妈？难道是什么？
那什么？是什么啊？你不要吓我啊！哎，为什么进不去？哎，奇怪了，哎，进不去，哎，而且不是只有进不去而已，还出不去啊！嘿嘿嘿嘿，哦，靠腰，一直按 A，难怪没反应。喂，不要乱讲话。我刚刚一直按 A，难怪想奇怪怎么会没反应，你妹的！对，按错键了，因为刚刚我在看那个我的讯息，然后看一看我手放错位置。等我一下，我得先赶快立即回个讯息。因为这很重要，好，好，继续。定的是按到惊人吗？他妈妈其实是被巴，哦，我咬到自己舌头，好痛。他妈妈其实被巴德大姐给攻击到，赶紧去当你的废人啊！fuck，看来还不当废人，好烦哦。他其实是被巴德的那个大姐给打到了。所以到底现在什么情况啊？哎呦，哎呦，是怎样啊？哎，他妈妈到底怎么了？你如果说，哎，他可能是刚刚那个什么，2.5秒那么久吗？我不知道哎。可能他的2.5秒比较久吧，看超可怕的啊！他就直接瞬间直接一个神奇的出现在上面嘞，看这正常吗？正常吗？这是对的吗？这妈妈好像怪怪的，干！我觉得我要先下去，我不要理这妈妈。哇，两个妈妈！哇，有两个妈妈！Oh my god！妈妈，你刚刚不是在合适房间吗？妈妈没有反应，感觉有点可怕，先看情况吧。你先赶快跑吧，我觉得这个妈妈有问题啊！这时候应该偷妈妈的钱，你先偷妈妈钱包。不是啊，你偷摸钱包，你没有密码没用啊！哦，你老师啊！哦，不行不行，这好可怕啊！叮咚三回啊，这样全家就是你家，全家是你家，这样吗？会不会双胞胎？双胞胎最好啦。最好了，而且还完全没看到妈妈挤走进去吗？叮咚，外送，麦当劳快乐送，是这样吗？看，我还以为是全家就是你家，全家是你家。不行，好，我把那个椅子看成，妈妈真的不见了，非常好，very good。你有领老师，你是谁啊你？没有，是欢迎光临，关刀者建议加10元。刚刚那个是有人倒挂是不是啊？看到那个便利商店关刀者买二送一，害我刚刚忍不住接那句话。耶，是谁？我是令老师，妈妈，别吓我啊！太好了，你还没睡，我还以为没办法进家门呢。啊，去哪里了？你不是在家里吗？奇怪了，我早上走的时候都说过要很晚回来的吧？没听说。嗯，早上我才刚起来哦。奇怪的是你，刚才你都睡到什么时候了？啊，都已经半夜3点了。这怎么回事？是发烧了哈？啊，快回去睡觉啊！不要在那边发烧啊！
妈妈刚刚倒掉，谁还是倒掉娘吗？就是休假也，吵死人！到底怎么搞的？哎，你这样对妈妈不礼貌啊，好奇怪。给母亲发了道歉的邮件，你为什么不亲自直接过去讲呢？你知道这样子，哎，你这样很没诚意耶。是妈妈的邮件。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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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好，继续。吓死我！哎，刚刚一开打开这封信，马上就有那个，就有人在那边用 Line 打给我，吓，哎，不是 Line 那个什么 Skype 打给我，吓死我了。妈妈人好好哦，我才要道歉，对不起，因为太热，所以就发起脾气。我觉得，哎呦，他不应该这样，我觉得他应该。他应该直接去找妈妈才对。来客厅。是谁啊？好，吓到。啊？现在为什么变成要读取了？骑着龙想洗澡？不是啦。我家不会发生这种事啊！哦，林老师，我摸，What the hell？全部都去死！被诅咒，我就这么死掉了。杀 了一个妈妈，还有千千万个妈妈。可是杀了一个我就没有我啦。我决定我要睡觉。而且刚刚他变，按错，他刚刚变成的是另外一个人耶。不是哥，要听妈妈的话，听妈妈的话。啊，先睡觉，先睡觉比较安全了。啊，继承家第三天，没有没有，不听妈妈的话，妈妈就会化身成厉鬼来找你算账。你看看，我刚刚只是发个讯息而已，然后就被妈妈给杀了。都要睡觉就没事了，今天下雨吗？不是有款游戏逃家吗？不听妈妈话就 GG。你问小华，小华就是逃家的作者啊，直接赶快卖了，先卖了再说。真的，那不听妈妈的话就 GG。我是有亲身经历过啊，超可怕的。我只是不听妈妈的话，然后妈妈就直接 GG，就直接那个。就把我给宰了，超凶狠的妈妈。好了，我们下去了。这样亮亮的不是很好吗？对不对？干嘛一定要把它弄暗暗猫猫呢？啊，继续。哎，妈妈又不见了。哎，我真的觉得这款游戏应该叫，那改名叫《妈妈失踪记》。走到哪不见到哪，他妈妈是他妈怎样有老人痴呆是不是？啊，我们找，暗的是晚上，好了，这应该是没什么东西啊，电灯坏掉，想开都开不了。这主角太宅了，都不出门。我也这么觉得，而且他还没洗澡哎、欸。
我刚刚要进厕所的时候，我就在想妈妈头插入那个马桶的画面。而且他家没有时钟，不知道几点了。昨天妈妈帮你，妈妈昨天帮你修好了，什么东西呀、啊？好啦，我们来洗澡啦，我觉得应该是要洗澡澡了。看，说好的 CG 图呢？昨天都没洗澡，现在立刻去洗吧。看，我要看你洗澡哦，林老师啊，不要笑我。妈的，他洗澡样子好可怕、哦。尤其是他后面啦、啊，他后面有人脸啦、气息都讲了，然后他们还这样给我吓我露脸，那脸好可不对啊！哦呦，是谁啊？屁啦，你这绝对不是电灯出问题吧？你这已经整个房间都出问题了吧？这口味太重，看刚刚那个洗澡画面绝对不是我想的那样子，拜托不要，太吃太少了。重点是这个吗？小黄，你在意的点有点奇怪啊，超级恶心，这都是真的。妈妈跟你一起洗，不要啦，我都几岁了，对不对？还跟妈妈一起洗，我会害羞。走，我们出门。没办法出门呢，他就怎样？他就是要在家里当宅女，是不是？他在走，他太重了，把地板压到。我靠！你好狠哦！不过他真的瘦得很夸张哎。我觉得那瘦是不正常的瘦，我觉得女生真的太瘦，不管男女啦，不要说女生了，其实男生太瘦也是一件可怕的事，对不对？你而且他有时间在这里啊，你瘦，我觉得瘦是 OK 的，可是你不要说瘦到骨头那一种，没有灵异现想去二楼，当然啦、啊，你一楼逛完没有东西可以逛，但是只能去二楼啊。妈妈嘞，妈妈又不见了，感觉瘦了。我不会羡慕那种，好吗？我觉得健康的瘦我可以接受，但那个已经是……这什么啊？神主牌啊！林老师，不要笑我！纪藤静音。什么？总之，先离开家。哈哈，真的是我的神主牌、欸，怎么突然是神主牌？而且好像有什么声音呢、欸？我靠！我在想，我离开了家吗？哈哈哈哈哈！有没有？我就说吧，我刚才讲完有没有？我在想，我离开了家吗？然后他就打不开。为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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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说我被诅咒了？等一下。其实我一直有个疑问呐、啊，就是，呼了么的，呼了么的，我一直有疑问，他怎么得出这个奇怪的结论？我被诅咒了。是妈妈，再打一次吧。妈妈帮你开门。嗯，好像，咦，邓小，什么声音？其实还是其实他没做自己屎啊，也有可能哦。这声音好像是他妈妈的手机声，是不是？家里是一空间，没办法打给其他人，应该是没办法啊、哦。他如果可以的话，早就打了。对啊，我勒个擦！妈妈，你到底在哪里啊？踹人，头七还没到。哎，要回复原状嘞！
手机忘记了，我也想要踹门啊，我也希望能踹门。没有啊，应该在楼上，我觉得。我刚想说，他妈妈该不会真的能吃倒茶去拿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满脑子的这画面。啊？那是谁啊？那人脸是谁啊？等一下，因为我刚刚拔掉眼镜，所以我没办法看旁边。地板修好了，蛇天工最有效率。闪闪的应该是手机啊。啊！啊哈哈哈哈哈！你啊哈哈屁啊！你怎样啊？啊，那踢笑了你，再往下废人了。你已经变成神经病了，你还在乎你会变废人是不是？来啦，神主牌，我来找你的神主牌。七彩 LED 灯，干他！他精神力也太弱了吧，这样就没了，这样就疯了。嫩，等一下，这才第一天而已，第三天而已。所以意思是说，接下来还有其他人家咯，不是只有纪藤静音他们家而已，所以他不是女主角。进入杀戮状态，他进入自虐状态有没有？他应该要出去吧，好想离开家里。迎接林老师啊，救救我，好想杀死我。猛静音，妹子再练练吧。所以刚刚是真的有一个小孩在后面，是不是小孩人头？我到底是在玩歌玉虫二还是玩咒怨啊？那小孩长得好像咒怨的那一个。Shadow， 正中点！一巴掌给他呼下去，超帅的。妈妈他，这一切都是你的幻觉，醒醒吧！你没有妈妈，你没妈妈，快醒醒！梦，保护我，联络警察。这消失好云当最好是啊，我暂时住在了猛的房间里。那猛应该是男生吧？你们在孤男寡女共处一室，你们到底有什么从何有何居心啊？你们309号房不想离开家里，这妹子居然叫醒醒吧！你没有妈妈，没错。去厕所也没事做，那这是哪里啊？而且其实我觉得猛讲的话其实很奇怪，他说没事，所以猛是知道些什么是不是？有可能哦，猛小心啊，妹子害死你，猛就死掉了。虽然猛是怎么死的？猛死的吗？太猛了，猛死了。哎呦。我们来到处先看看吧，过不去欸，可那边好像有什么东西啊，看到有一颗头是不是，要探出一小颗头在那边。啊，这最后一页了，反正我就是这一页不要洗掉应该还好，还是说这是唯一结局，只是你如果有些事情不做，哦呦，你老师啊，不要吓我啊。干！我真的被他吓到，突然出现呢，大爷的，我回来了，冷静点了吗？谢谢你。我觉得先把你的妈妈死因告诉你比较好，因为这个死因你变得有点可疑。猛去找妈妈，融合就变成萌萌的妈妈。
就能一打百了，那个已经不是找妈妈，那是直接强制融合了。你说什么？我是被害者？我知道，我知道，但怎么想都很奇怪。二十？不可能啊！妈妈还第一天还跟我还没开心的吃饭呢，还没喊说我们都吃饱了啊，我吃饱啦。那一个我记得很清楚，第一天嘛的，第一天晚上的时候，然后我这个应该不会记错了吧？猛好像说老婆我回来了，所以猛其实对他有非分之想的意思吗？怎么回事？你看到了吧？都已经变白骨了。你搞骗，那这是白骨啊！你妹的，你白骨长得还有脸呢！我的靠的鬼啊！我才没看到，我只看到妈妈的脸。那什么？我没看到，我没看到。老婆我回来了。冷静点。那我假设你没看到的话，你的妈妈被关在衣橱里有10天以上了。屁嘞，屁嘞！妈妈还在那边跟我聊天呢，还跟我又赖那边互传简讯、互相攻击耶，对不对？情况就是这样，怎么可能？虽然我很想相信，只能相信啊。他失踪了3天后，你也打电话给我。哦，谢谢，谢谢你。别哭，我会保护你的。我这应该崩溃吧？我也这么觉得。我觉得阿兰玩这个应该会直接疯掉啊。谢谢你。我回去工作了，因为2天没上班，所以积压了不少工作。抱歉给你添麻烦了，别在意，你快变回那个爱笑的你。这猛应该也会瞬间移动啊，你看看他走的时候无声无息啦，这只有门的声音，不想看电视。你想干什么？吹冷气吗？来人啦、啊！把冷气遥控给我交出来，我是你的主人啊！现在这个房间跟我姓，把房那个冷气遥控交出来。而且他家都没有房间可以睡觉，是不是？还是他房间在这里？他该不会是他睡在哪里？睡在圆桌上吗？来人啊，公子，为公子吃饼，没错，没错，我现在是你的主人啊，我叫你做什么，你就要乖乖做什么。哦，原来这有床啊，啊，说没有床，他睡哪里？哦，林老师。又没有。唉，去厕所也没事做，不想离开家里，那你还想去哪里啊？我天哪、啊，这边也没有办法过去什么啦。啊，我们再一个个，哦，令老师，你不想看电视，可是电视想给你看啊，你确定你不调查一下吗？你不想看电视，可是电视希望你能看他一眼啊，对不对？电视表示我比阿飘好看，我比剑好看。那是另外一篇故事，对不起。哎，那边有洞哎。安安啊，小兰你好啊，我应该没记错吧？那个洞是怎么回事啊？而且我要怎么过去啊？来人啊，把这个衣架给我给拆了。哈哈，我过不去耶。我们再看看这边还有什么好的、啊。这边应该是没什么东西。听说歌玉碎系列都很可怕，是啊。我玩第一代的时候真的被吓到，我都不敢玩了、啊。所以，我好困，但是我要等猛。
直接电视前面睡着了。看囧大之类的人玩歌是感觉很有喜感。哦，啊，猛回来了，真是在这种地方睡着会感冒的、啊。哎、欸，等一下，等一下，你把它放在最里面，那你要睡哪里啊？感觉摆设很奇怪，我也这么觉得。哎、欸，你要睡哪里啊，猛？你该不会想对我咱们的女主角做什么事吧？不能超进去，先别进去吧。去厕所。哎、欸，我现在操控猛哎、欸，哇哇，操控猛的感觉就是猛猛的、啊。来来来，我们来看看自己的家里有什么。你这也进不去。猛虎硬爬山了吗？我不知道、欸，也进不去啊。哦，有开过电视吗？我是没开过啊。我是没开过电视啊，可是电视是开的、欸。呀，我不敢看，我不敢去看那电视。会不会等一下猛突然死掉啊？怎么死的？猛死了。怎么关不掉？干什么东西？我现在拔掉眼镜了哈。啊，现在有什么东西是吓不到我了？我只要没有眼镜，就没有东西吓得到我了。哦，三小，现在怎样？七夜怪谈是不是？欸、有一个人呢、欸。现在怎样？我们从咒怨改到七夜怪谈了吗？那再来会不会变成鬼来电了、啊？猛欸，拔掉眼镜。不是啊，我就直接用那个眼镜外面的余光有没有在看啊，哇，看的是什么？猛，怎么回事？眼镜？不想看电视。眼睛怎么了？你把这安装？你眼睛干了吗？你眼睛干不干啊？你的眼睛干不干啊？来吧，我们来看看他眼睛到底干不干啊。哦哦，我嘞，等一下，靠，还好我没开视讯。刚好我刚整个人被吓跳起来。哦哦，林老师哎、欸。对啊，我现在头皮整个是发麻状态。这么不耐吓？不是啊，哎，突然出现那个东西，谁都被吓到吧？什么叫做不耐吓？直到黎明感觉比较恐怖。我反而觉得，我不知道，我看别人玩直到黎明，我反而觉得还好。我是没有得玩啊，对啊，都没有钱啊，啊，没有得买啊，对不对？还有没有？我也不可能去下载破解版啊！下载好了，我就算下载好了，我只要体验一下，我就把它删掉，因为我不喜欢一直使用那个破解版的感觉。我一蹦，更真的吓死了！你妈嘞！看看那画面很恐怖，好不好？你有玩看过？没有，我觉得还好啊。我之前有看啊，可是我觉得还好啊。所以是怎样啊？我都已经开门了。PS 呢？破解版？不是 PS 是破解版啊。我是说它没有，第一它没有 PC， 第二就算它有破解版，
破解版的好了，我也不会下载。神主牌超恐怖，我觉得神主牌跟刚刚那鬼脸都蛮恐怖的、啊。我现在头皮还是属于趴麻状态啊，殷老师哎、欸，而且还不能存档哦，哦还不能存档哦，这是目前最北蓝的哦。哦，我，哎、欸，哎、欸、，ESC 可以，可 X 不行哎、欸，什么东西啊，莫名其妙。怎么这么惨？是还蛮惨的。有哎、欸、，ESC 居然可以按哎、欸，可是 X 不能按啊。晚上睡得着可以啦。我那个我这种画面，这些恐怖画面其实我忘得很快啊。不过也是因为，我本来就比较会怕那个恐怖的画面，例如说什么阿飘那些。所以我会尽量去避免说玩这些可能会出现这一种的。他、啊、这一次想说，歌玉从之前，歌玉碎了，以前玩过，可是那一次没有成功，我真的觉得很可惜。所以我想说，好好的来体验一下这样。急急如律令。原来只要直接跑回去就可以，是不是？哦，啊！梦，啊！这是，这是琳达，这是你家，而且你为什么会被自己的衣柜卡住？我真不懂哎。你陪我，我接着玩。OK 啊，这是什么？有这么深的洞吗？好深啊！里面有什么？里面有什么呢？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可以啊。为什么会在这？为什么会在这？你被别人搬动，你都不知道吗？真是一个，怎么讲？那个叫什么？没有那个，那个叫什么？没有警觉意识的女生啊！来人啊，拖出去斩啊！是我们好温柔，温个毛啊！你根本就什么都不知道啊，就摔死！不是我不了解的是为什么会在自己的家里被卡住啊？是怎样？地板哦喂，超帅的、啊，谁那么闲啊？晚上还在那边清理家里的地板，哎，洞不见了，一个被捡尸都不知道。对啊，有没有？所以我就说啊，女生真的。不是说男生有问题，等我一下，我先吃个药。
啊？怎么等等？怎么一回来就看到黑黑一坨在地上？不要啊，萌在哪？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黑黑一坨啊！啊，对了，刚刚讲一半，没有，刚刚跑去吃药，还有喉，我那个下巴有问题，下巴那边肌肉拉伤似乎还没完全好，所以吃个药。然后刚讲一半，女生真的要有那个一点警觉性啊！对，那个检尸男生一定有错，为什么？因为他完全不把那个女生的那个什么想法当一回事。他就直接完全只是依照自己当下的欲望去进行。你需要猛猛的滑包，可是我女生你自己要有一点警觉意识，不要把自己陷入了那一种窘境，有没有？那种不好的状况。那我告诉你，不会有人希望发生的。我不会觉得，可是我觉得如果真发生的事，不是女生的错，男生绝对是有错的。林老师啊，又来了，够了没啊？又在给我登呢，又在全家就是你家是不是？还是麦当劳欢乐颂啊？是谁？我先去神社了，要快点来。猛，你在说什么？似乎已经没人了，怎么回事？都这么晚了，神社里有什么吗？离最近的神社似乎是新神社。那有没有旧神社？有什么惊喜也说不定啊！典型早死的就是这种的新神社。哼哼哼，也许有什么惊喜也说不定。金妹啊，而精益求精呢、欸，气死我了！等我一下、哦，半夜去神社？对啊，中午几点去哪找？你打个那个，你去那个什么 ，FB 找那个恐怖 RPG 游戏就有了，它会有那个介绍，然后那个里面有载点。如果你们想要玩的话啦，我可以把它 po 在我粉丝专页上给你们了。OK 的。哦，是谁啊？这怎样？我只是去探勘一下，我只是在做一个例行探勘而已，然后他就断掉，是不是？好，我们来试看看，跟刚刚电视上出现的神色好像哦，真的。这我又没事了。我想说，我只是在个场地探勘而已，然后就那个，啊？震碎纳咒，新旧强新，歌玉神社，歌玉神社什么东西啊？这是神社的打分值班表，野田虾，然后这是幽剑家是不是？还是什么剑家？随便了，什么剑家的剑家。然后深野家、金野家要办活动还敞开，对啊，没有啊，我告诉，哇，这超帅，直接穿过来，没有啊，我这个什么概念呢？你要先敞开才知道说，我等一下要跑，我要怎么跑、啊，对不对？因为我还会穿梭，我穿梭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去。请问一下啊，你好 ，C 的 King， 你请问有什么问题吗？是福建家，请问您有什么问题吗？没关系，您可以问 ，OK 的。是歌玉碎碎，我打错字，对我打错字，我打错字，不好意思，对，这个我先不要过去好了。那个开头是我打错字，对不起，我之后我会再注意啦。有梯子一类的东西似乎就能到下面去，你要到下面干嘛？哦，你以为你看错？没有啦，那个字是我打错啦。对啊，只是我发现的时候我已经在开始了。啊对，然后我就决定算了，当作没这回事吧。
获得道具面具。古时候的什么？我还不看，刚刚还没看完呢。画卷，古时候说，令老师不要出现这奇怪的东西吓我、啊。这首《万物之魂之二集》中，红花魂城打什么提示？你讲什么东西啊？你有写跟没写一样的人。请问要被妖怪吃掉了吗？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不要啊，我还想活啊。猛在哪？猛不见啦、啊。猛不知道跑哪去啊，我也在找啊。我现在是什么？找那个寻找猛大那个找猛大作战。我就说吧，我们这个游戏也奇怪了。先从一开始的咒怨嘛，然后变成那个叫什么？从咒怨变成那个七夜怪谈啦、啊，七夜怪谈再来又要变成鬼来电啦、啊，我都不知道我要说什么了。好，我们慢慢看吧，先看看这附近有没有什么梯子一类的。可是我比较好奇是刚刚那幅画怎么回事？我还可以穿过诶、欸、超帅的啊。这应该是 bug 啦。对啊，有似乎还是有一些 bug 的。其实这也很正常啊。游戏如果没有 bug 的话那才就不正常。Who are you? 是灰儿吧 ?Where are you? Who are you 是你是谁你骗我你怎样你就欺负我英文不好是不是妈的我还知道好吗我现在去哪里啊？什么意思啊？所以是要我去拜拜吗？是要我去拜拜的意思吗？好啦，我们来拜拜啦。赛前墙里面是空的，可恶！我想说，又来了，一直出现这一个是怎样？我说，如果要拜拜的话，英文，你不要在那边齁啊，我们这些英文不好的哪能跟您这个高手比啊？又来了，为什么？我觉得这是百度抓真慢。怎样？为什么啊？又来了！哈哈哈！是叫我说玩到先玩到这样子吗？是这个意思吗？啊哈哈哈哈！麻烦呢、欸。内容确认，请确认什么地点？干嘛？好像有问题嘞。为啥那三个不会有事啊？什么意思？你游戏是不是放在桌子上？不是啊，我游戏放在我的资料夹里面啊。我游戏放在我的下载档案那边啊，好莫名其妙哦。而且正常来说，这个应该也不会，我放在哪边其实应该都不会影响到那个游戏过程才对啊。还是说，其实是因为我发现太多 bug 了啊？What the？找梯子，对，我现在找啊。可是基本上我走出来没多久就直接变这样子啊。不拿那古代画卷，我们又
我们又不能那一个。没关系，现在试试看看，如果还是有问题的话，我会先暂停，然后我会找解决办法。唉，看来这还是有点问题啦。好，我们再试看看。如果还是一样的话，我就先停了。好，这回没事，睡，就是这样。睡，太好了，就是这样。啊，可以继续了。啊，这是梯子哦，是啦，走，我们来寻找猛大猪，这靠右啊，这人头是怎样？这人头是怎样？好恶心哦，超恶心的，那人头超级恶心的，嘿。像是塞着像是灰的东西，继续。完蛋了，要被吃掉了，没那么快吧？但如果那么快，我也会很困扰的啊。哎，这有画卷，托语哦。这是鸟吗？一个山寨一个鸟，应该水算了，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了啊。山鸟，托语山鸟信三先生之福，山鸟信哦，那是念鸟。山汉鸟是一个汉字。哦呦，吓死我了，还想怎么嘞？妈的，不要吓我啊！割玉水，无水时不可割。有什么能镶嵌什么东西哦？该不可以镶嵌这个吧？不行。打不开。好吧，我们再去寻找一下，看这边有没有什么东西啊。不过我觉得光刚刚你看到那些人头，你其实就应该跑了，而不是在这边到处跑。那在那边到处晃有没有？那灰的东西，岛哦，那是念岛。谢谢三九的教学，原来那是念岛。呵呵，啊，学到一个新字啦。那我们先上去吧，先看看这边还有没有什么东西要寻找的。这边应该是没有，所以要到外面的意思吗？啊，看到在那边，冲啊！快！我要穿过这些门。Fuck！ 我才刚用完而已。掉在水边的球。烦呢、欸？为什么你怎么闪处听到小孩子哭声？三九，你 是对哪个女孩子始乱终弃，然后做了什么事情啊？被那小孩诅咒了？
你总会听到小孩的哭声呢、啊。你一定是有对什么女生做什么事情，有没有？开始帮三九造谣。我看看现在水色的球，所以是要塞到底下吗？嗯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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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狗应该是往这走吧？你，哈哈哈哈，你这很表哎、欸！我已经尽量避免那个话题了，你还讲，哈哈哈哈哈！可以进来了。歌与神闲寒，许火以示温。所以要找火的，是不是？怎么感觉现在是找珠子啊？这样演到封神榜了，是不是？封神榜那个哪吒的前世啊，灵珠吒。你真超表哎、欸！不过我喜欢，亏我还蛮……老实讲，我其实蛮欣赏丁特的。那如果真的是这样子啊，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对，那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哎，不可取，不可取啊！名人不能，能事后不足，穿越炮兵是这样子哦，哇哇，三九，你超会讲的啦，都给你讲好了。哎、欸，我都不知道你都会讲哎、欸，事后不理，专业炮兵。所以现在我们要找的东西在哪里啊？哎，没有，你要想很多名人啊，都找得到那个专门哎、欸，你懂的。啊，那种事情啊，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就可以了。我告诉你，绝对不会只有今天。我告诉你，做真有事，绝对不会只有他而已啦，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那个想法、啊。其实你天生害羞内向，你滚！你看，你刚讲完你天生害羞内向哦，我马上当掉。你看看，那你的问题。开始砍头啊！所以我们要去哪找啊？真麻烦，我真觉得我快被那个 bug 给弄到疯掉，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哦，里面塞什么灰里的球？红色的球！哇，有球球哎！会不会等一下我们走到一半开始有怪物在追杀我，不再只是探头来看我了，是直接干脆来追杀了？不会吧？什么脱落的声音？注意啦！可是有女生喜欢两脚开开准备投胎，让他们进。这种要找金的，是不是？知道哎、欸，其实我真的觉得，我搞，老实讲，我真的搞不太懂很多人在想什么、啊。哎，怎么说呢？我告诉你，今天洁身，那今天不洁身自爱的，绝对不会只有那些人啊，太多了，只是都没有讲出来而已。唉，我是这个世界、啊、没听过吗？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啊，何况是这种鸟事情。哼，把人洗掉，真的没真的，所以啦，赞哦。
先把你 ban 掉，不要 ban 人，我就不知道怎么停掉。我不会把你 ban 掉的，我会让你这段话永留 YouTube 的。为什么要搞懂？对啊，我们知道。我喜欢这句话，这句话我喜欢。我们只要笑就好了，所以。哇哇，本日最中肯，只要笑就好了。对，说得好，没错，真的，我们只要笑就好了。该不会是要找这个的吧？真的耶！哇，我都不知道原来我那么有解谜的头脑啊！我们只要笑就好了，我喜欢你这句话。真的，唉。太多人了，所以才想啊，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啊。我也在想啊，该不会是这一间的神灵在召唤我？可是神灵会这样对我恶作剧吗？不许打开！你是谁？我先教你，这边这十二组需要微笑，你想太多了。绝对不许打开，不许打开，不许打开！你是谁啊？为什么在这里？我是来阻止你的，你不能打开那个箱子。阿兰卡关了，真的吗？418房间也没什么好卡的吧？我记得我昨天30分钟解决了。左右，快哦！要走哪一个？如果你们不讲话，那我就是直接随便开咯，就一个布袋戏的那个招式名称，神阳之神域。这一间的阴灵，哈哈哈哈哈哈，三九零真的简啊，真的是很毒欸，而且女生是怎样？为什么是女主角哈？谁要先左还右啦，快啦！看，这很难抉择。每次出现的左右，我就觉得很烦。我不知道我怎么选啊！啊，哎呦，手破皮的地方超痛。爹爹，好游戏不是啊，重点不是好游戏啊，重点是我要选哪一个啦？超痛的啦！哎呀。你们不选，我就直接来个纯阳掌，那就是左边哦。啊，哎呀，哎呀，哎呀，我看的数只好了，数只，最多十只，最少零只。哟，你们每次都不理我。林老师，你谁啊你？难道会说？难道是事后不理吗？感觉很痛。刚刚那什么，都是你的错，都是。他究竟是？眼睛，都是你的错。哦哟，林老师吓的呀！选中间，反正事后不理。好吧，打不开，所以我们只能回去了，回去死。啊！被咒，叽叽。好了，我们选左好了。刚刚，我们刚刚选右嘛，对不对？那这我们就选左好了。哎呀，坐。哦，这脸有点机车啊。别笑我啊，打开这个算你运气好，你得救了。等一下啊，什么东西啊？
你到底是谁？说出你的身份。那你又是谁？我是纪藤静音。不对，你不是纪藤静音。都是月亮的人话，然后那时候正要唱，我真的都是月亮惹的祸，还来不及唱，然后他就被我就被吓到了。我知道一切，但是你什么都不能知道。为什么？为什么不能知道？我很小气耶，哎，你看看，就有这种人啊，秘密都不分享的。哦。到了，靠！又吓到我了。啊，那是什么？沉沦的破碎啊！这个女人什么都不知道，她难免之后会知道一切，然后得到新的歌，得到新的我嘛？哥，你是谁？我是你，十四天的以后的你。你的黑板白雀斑呢？歌与叫已经要毁灭了，难免这是不可能的。把那个女人交给我，快逃！金，哇！现在只能读取的意思吗？好吧，快跑、哦！快哦，神秘女子，你帮我挡住能面，你要救救我！别来碍事，女鬼！啊！你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活下去。哦，那女鬼就这么死啊？哦，这什么啊？好好笑！啊，我们在那边动来动去的。反正应该不会有追我，哎、欸，啊，哦，啊，咒怨又出来了，某，你干嘛？快逃，静音，快点逃，会死的，快点逃，臭死，闭嘴！你到底在做什么？叽叽，呵呵呵呵呵。废话，当然要先展现自己有爱的一面嘛，对不对？可是感觉那能面不知道为什么想置他于死地耶。啊，按错，该死！叽叽，你硬屁硬啊你！你没事，你看人面叽叽新的干嘛啦？看三九，你好脏哦！你居然喜好这一口的，原来你喜欢冷面了、啊。可以记录了，要看四台号码，拜拜，能面拜拜，不能碰那个、哦，不能碰那个，是不是？不能碰那个看起来像是娃娃的。早说嘛，我还以为可以碰。好在那边碰那么爽。拜拜，辛苦跑喽。
进来招喽。好，这边存档。哇，他超强欸，他一档多少？1234 5欸，1档5欸。静音，很抱歉一直没对你说，如果能平安回去的话，我。你怎样？要保证不会再乱射了吗？不是啊，乱讲的。我来到了神社外面。他来到神社外面，回过头时，眼前已经是一片火海了。我去报警。妈妈确定是自杀，神社这件事被当成是乱扔烟斗造成的火灾。说完了，大家不说完了，很烦啊！不知为何一切都圆满解决，命运变成大事件。之后，本地周围的整座山都烧起来了。用手机才能打字，为什么啊？不能打用电脑了吗？虽然当地成了热门话题，但还是没引起大事件，被认为是自然起火。从火灾后，又发现大量废墟，神庙被烧掉，废墟很大，正常。最大的话题是参与火灾调查的警察全部离奇死亡，真假的？同时没有发现猛的遗体，改点东西或许能什么啊？你们在讲什么？让好几次目击到。像猛的金法能现身影，我相信猛还活着，就算他已消失一年了。我比较好奇是猛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家里都空了一年，这明明是猛的家，被强迫搬家也是正常。这是，更不笑啊！我没有你就活不下去，什么？猛来那个，哎呀，副作用，你懒了，这是什么好黑的箱子 ？DVD 给静音，是猛的笔记，你这时候跑最快，问号，他猛一点，烤油，猛一年是怎样？不是说他睡一年了？哎、欸。干超帅的耶，他直接在游戏里面放着这一个。他后面还有手，好恶心哦！跟我们在家里立起，而且他把记忆全部洗掉，然后猛就在上面而已啊！一年就灭力。不要开声音哦，这其实应该有点类似催眠吧？三回、啊，哎，拍摄，我听不懂日文，你可以讲中文吗？怎样啊？现在什么情况？记得弯弯有幕后花絮，真的、哦、是那个影片？真的吗？所以我过关的意思吗？我成功了吗？刚刚猛出现，对啊，猛刚刚就出现在那箱子那边啊，被暗示，对啊，那应该是催眠暗示之类的，但就不知道是视觉上暗示还是语言上的暗示。对，我印象中有这两种啊，还有听觉是不是？那个跟语言是一样的，随便了。在后面偷看，小花打这句话超奇怪，猛在后面偷看他，谁猛在后面偷看他、啊？谁猛在后面偷看他？哎，有没有？这样讲是怪怪的。你有个档案吧？幕后花絮后会给你密码，跑马灯跑完吧。哎呀的。身体上的暗示，我不知道。等一下，画面会先停一下，看一下特点 box。有，有哎、欸，还有那个特点的、欸，
等一下我来试用看看好了。所以那个还有 NG 哦，真的假的？感觉好好笑，居然还有 NG 耶。我觉得他跟怪异症候群一样，应该会出三。我觉得啦，我是没有玩一啊，所以我也不清楚说一是怎么样。可是感觉，就二这一个阶段，他其实并没有全部玩完。小日本不是你的菜。二零一三。看不懂日文啊，烦嘞！谁可以帮我翻译一下？我看不懂啊。所以现在，特点 boss 的密码2828，好，我们记下，记一下，记一下啊，2828，2828。好，那我先把这关掉哦。这时候只要说支持什么？哎，2828。啊？等一下，我不知道为什么刚刚没办法跑出来。鬼面遮住猛的脸后就变帅。等我一下，我先开一下那个，我把画面抓到那个影片上好了。配合荧幕，好，来我们来看一下特点 NG 哦，哈。什么东西啊？俺にもしものことがあったら、まずお前は真っ先に逃げて、これからとにかく何だけだ、ガーデン。我看到手就好笑。あるある。来た、あるある。ガーデ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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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ガもし俺にもしものことがあったら、お前はまず真っ先に逃げて。何でね。で、俺はこのうち。でも。何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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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絶対に投げないで投げてほしい。でも、投げてほし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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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もし、俺に何かあったら、まずお前は真っ先に逃げて。このことを警察やどっかに話してた。笑场啊，笑场啊！听说是作者，真的假的？所以作者是个金发帅哥啊！所以这作者是金发帅哥意思吗？可有些东西好像跑不出来、欸。然后我看特点里面有，看一下，一二三四五样东西，可我只跑到三样而已，它好像档案有损坏。好了。然后我们那歌玉碎啊二这款游戏就玩到这边啦，耶、yeah, 过关啦。他这一位没有，哎呦我对男生没兴趣啊，不要那诬赖我啊。嗯，我拜托，像这种人吗？对不对？我怎么会干这种事呢？
对，我怎么会去哈那个一个奇怪的男生，然后觉得很好笑而已啊，你不觉得很好笑吗？还只有我一个人觉得很好笑，就觉得很好笑啊，就看到他们在 NG。好啦，那我们那个歌欲睡二，这个就到那边告个段落啦。不是像是根本就是你妹的啊！那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笑死咯。